帮粉丝打号，对面是二本初期，但是他女王在升级，而且蛮王只有26级，永王只有14级。这波你看我用超级女巫力挽狂澜。哎，你这个女王怎么在升级呀？那就打这个26号，但是你没有女王，永王也只有14级，蛮王只有26级，怎么打怎么打？有超级女巫怎么说？兄弟们，我就用这两个王好吧，我不要女王啊，要女王干嘛？真的是皮。245啊，245个单位吗？只有十本的单位啊，十本的兵营。两个超大，尽量缩减一下好吧。三个超级女巫感觉又不太够啊，就三个吧，三个超级女巫没办法。边缘单位太少，只能带三个超级女巫，然后我又补上了超炸和气球，但是后面超炸伏笔了。药水呢，我带的是四狂暴一弹跳和一冰冻，然后我们援兵要一个高级的投石车啊，你这个时候援兵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好吧。加三个女巫，加一个满级冰冻，满八级毒药，加两个炸弹，19级永王。Holy shit，一炮，这边补个弓箭手，这边来个永王慢慢点啊，虽然说等级很低啊，这边开个枪，我们要发挥投石车的优势啊，别轰出来，别轰出来，别轰出来啊，我们等投石车投掉那个单头，对，投掉这个单头啊，然后远隔远一点啊，下女巫，天使装不装了呀？天使别别，报本呀，宝贝！召唤，快召唤呀，哥！打单头啊！现在是时间问题啊！这波三星了，大家能不能把666给我磕在公屏上面？20秒钟，哎呀，我操！上面怎么还有一个？啊！我操！哎呦，炸弹人，你能不能给我换成八个弓箭手啊？哎呀，这怎么还有个小屋呀？啊！畜生啊！这么牛逼的超级女巫被个小巫给坑死了。